来一根。二哥，来一根。哎，咋没有呢？没有，怎么能没有啊？哎，你看这不是有吗、哎？怎么就会没有啊？没有啊，有。好的，朋友们，仔细看，手上呢有个空空的盒子哈，确认一下是空的，好，只需要盖起来之后呢，吹口气，你会发现它就会变出一盒香烟。好的，我们再次将它盖起来之后，你发现它又会再次消失了。究竟是如何去做到的？直接跟朋友们出教学。其实呢，这个叫做百变魔术盒哈。那其实它的机关在哪里呢？在这个后面这里，看到没有？就是我们手拿这个地方。当然，看上去是看不出来任何问题，它设计的十分的高级，特别的巧妙。这个位置是机关，看到没有？只需要轻轻的推过去一点点，那么这个时候它里面就没有了，看到没有？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次把它盖起来之后，再次推回来一点点，那么这个时候香烟它就会再度出现，看到了吗？那我们同样的哈，只要可以放进去的都可以表演。你看，比如说我们提前把一整盒香烟给它放进去，那么盖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只需要这样去拿住它，对吧？跟观众一打开，哎，没有，对吧？确确实实了，看不出来任何问题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再次把它盖起来以后，你看，我们只需要手拿轻轻的这里点过来一点，好，这个时候打开，它就会再度出现了，非常的棒，特别的有趣哈，逗逗朋友，逗逗妹子都非常不错，左下角有同款。